不不哎、欸，不不，你在干嘛？你把你的，你把你的礼物当滑雪板在滑。不不，这个是谁给你的礼物？嗯，最棒的礼物，你要看书吗？嗯。这个叔叔先放旁边，先开这个。哦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亲子天下寄给你的礼物哟。哦，里面有，哇哦，里面有这些，哇，这个盒子就不要了，等下割到喽。好，这个是呢赖马。给零到三岁的宝宝游戏书，我要开始学习看书喽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哦，玩具，新的玩具。哦，是谁在玩水？哦，这个软软的，不怕它，就是。弄破或者是什么？咦？哎，然后我们看这个，这个又是啥？这个是弟弟起床咯，这个是有一只小象，然后里面有。浴室照镜子，然后尿尿，马桶座可以翻开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房间打开衣柜选一选。哦，有大象图案的衣服在哪里？然后穿上衣服和扣子。哦，这个是让他练习扣扣子。找找看袜子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桌上香蕉荷包蛋真好吃，瀑布最爱吃香蕉。嗯，这个很棒哎，这种树不怕它，怕它就是割到或者是怎么样，而且还可以，呵呵，后面有一个按钮，小按钮。这个是赖马绘图的，然后这个就是中英文洞洞儿歌游戏歌儿，咕叽咕叽烧烧烧烧痒烧烧。嘎吱窝笑出小酒窝，单鸭，你在看书啊？你在看书啊？哎，咦，你在看书吗？这个比较好玩了。是谁在玩水水？你要翻开来啊，翻开看，这是兔子。不要。嗯。啊？啊？这个还不行。这个要这样啊，把它打开呀，看书。都想不到还有这种零到三岁的这种儿童书，应该只是让他先有这个所谓的书的概念吧，就是翻阅这种概念，不然可能再过个几年了，现在的小朋友都不是这样在翻书，现在的小朋友都是这样在翻书的，都是这样，有时候看到这个他就在那边，奇怪怎么没有，对不起，怎么没有放大、啊？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。哦，他在英文呢。
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. And how do you do? 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. I'm fine, thank you. 中音的，然后还有那个光碟，还有光碟，这应该是一起的啦，光碟是一起。好，我们谢谢亲子天下，他们的有声书真的很棒哦，他们的 app 大家可以去下载看看。然后，近期应该会有团购。就是我们跟亲子天下合作的团购，那大家就注意我们的好物社团啊，好吧？注意好物的团购社，我们应该是会发在那边，或者是发在粉专，那大家就记得要去锁定喽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拜拜，布布跟他拜拜，完疯了，拜拜。